去义大找心妍小姐，是早就知道了那枚私人印章。他们不仅知道，还知道那枚私人印章就在心妍的身上。难怪他们要去绑架心妍小姐，结果误绑了沈曼宁。这么推理下来，就能说明白，当时心妍小姐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麻烦，曼宁小姐为什么会被卷起来。如果当时真绑了庄心妍，那么蓝海就……沈曼宁。 救了整个蓝海和庄家，那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曼宁小姐，是不是就说明私人印章在曼宁小姐那里？心妍出事的时候，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曼宁，但是我不能确定那枚私人印章是否流落到曼宁的手里。那老大，你去问他呀。 我不想让他知道，过去的半年里，他绞在这个漩涡里面太久了。我好不容易平安的把他送出去，不想再让他回到危险当中。可是老大，那印章……这几天我会守着他，我也会找机会问问他，和心妍的最后一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他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 也不希望有任何的危险再落到他的身上。方向，你继续筛选心妍出事当天所有海外一大出入境人员数据，还有17年前货车的线索。好，元帅，你去跟住大洋，大洋是庄家凯的左膀右臂，盯死了他，庄家凯就掀不起什么风浪。等我找到我母亲的私人印章，或许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等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好。 睡醒了吗？我刚刚还在想，如果第20通电话还没有人接的话，下一秒我就会出现在你床边了。你真的给我打了20多通电话啊！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喝断片了。你给我打这么多电话，我一个都没有听到。对不起，是认真的吗？ 昨天也不知道哪一个小姑娘，明明看着我，还一杯接一杯的喝那么多。那昨天还有一个人看着我一杯接一杯的喝，一句话都没有说呢。你身边不是有林木帆吗？严星城，哎，别的男人啊，看到自己的女朋友跟别的人在一起，人都会吃醋的。你倒好，你真的是一句话都没有。 厉害啊你！我需要吃他的醋。你不记得昨天晚上你对我做了什么吗？昨天晚上，我做什么了？我想要你喜欢我，我还想要你爱我，我还想要你能。 一辈子都在我身边，严星城，你爱我吗？你觉得呢？我要你说出来。我想起来了。我想不起来，你也想不起来，什么都没有看到。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不许喝这么多酒。无论是谁，林木帆更不行。还有啊，下来吧，今天我们约会。
严先生，你今天不上班啊？翘班。星辰，你知道吗？这里对我来说特别熟悉。我知道，那一天我们来过这里。不是那天，是在我梦里。小陈，
怎么，不认识我了？不是，有点意外。意外什么？意外的是我？不是。我的酒不是这么轻易能喝到的。那汤小姐这次又想要什么？你汤总想要我的设计，说吧，这次汤总打算出多少？有进步，我还以为说出这句话能把你吓跑呢。我是庄稼出来的人，这点小事还不足以吓到我。不愧是从庄稼出来的男人，同样很有魅力。听说你有意成立个人工作室，我的 Celine 虽然不够奢华，但也算得上是时尚界称得上名号的时尚工作室。现在我以 CEO 的身份与林总监签订为期3年的全面合作，不知道林总监是否愿意接任呢？全面合作？你的意思是？我的就是你的了。唐林，我知道你很欣赏我的设计，但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把你几年的辛苦经营全部都交到我手上。我对我认定的人从来都不虚与委蛇。慕凡，你很有才华，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条件都提供给你，帮助你成为国际级的设计大师。如果你还愿意相信我的话。
别说话，不然我会忍不住。看什么看？没见过男女亲热。我对你们可没兴趣，好好玩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元帅，你就这么走了？不然呢？我帮了你，至少应该跟我说句谢谢吧。我需要你帮。我再说最后一次，别跟着我。好久没有吃这家的慕斯蛋糕了，哎，我听说他们家还改良了配方，我尝尝。嗯，更好吃了，你尝尝，嗯，快，吃到嘴巴上了。梅娜，喂，梅娜，妈妈，你怎么了？哎，你有什么事情你慢慢说啊，你别别别，你别急，别哭。梅娜哭了。哎呀，没事没事啊，啊。我去打个电话，在这待着哪儿也不要去。哎呦，我在，你说，我听着呢。哎呦，我真的有在听，你别哭。嗯，好的，老大，那我一会儿就去看他。别说过激的话。老大，你现在怎么？哎，别挂。老大，出境的大数据我刚刚跑完，有一个重大的发现要告诉你。说，在新安小姐出事之前，庄家凯身边的大洋有过入境记录。虽然他去的城市离新安小姐的一大距离很远，但是一旦入境了，距离不就不是问题了。还有，汤林上一次派人去太医生那里抢走了新安小姐的病历。最后汤总虽然把病历还回来了，但与此同时，大洋也有入境记录。所以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去义大找新妍小姐的恐怕就是庄家凯和大洋，所以他们早就知道那枚可以撬动整个蓝海集团的私人印章在新妍小姐手里，所以他们准备去义大把人带走，把印章抢走。但是曼宁的出现搅乱了这一切，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曼宁小姐，这就说明那枚私人印章绝对在曼宁小姐身上。放下，你先去找饶美娜，再告诉元帅，除了大洋，庄家凯也给我看好了，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好。你好，我问一下，刚才那个女生呢？被一个男的带走了。
心肠。更不许不告诉我，就一个人到处乱跑。我有给你发。答应我。好，我答应你。那严先生，你也要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抱紧我，千万不要把我弄丢了。假如勇敢一生，也许在平行世界，我的明天不再是平。还看？看不够。刚刚是光一叔来找我，他说外公想见我，所以我就去见了一下。外公？头也不抬，也不说话，真的就不想再见我了吗？不是的，庄董事长，我不是不想见您，我是不知道怎么见您。是啊，你和星城那个臭小子，把我和林光一两个老骨头骗得团团转，让我看见你真的以为是外孙女回来了，结果呢？对不起，庄董事长，这件事情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冒充戏言欺骗您。但是我跟星城这么做，我们都是有原因的。我不是在找借口，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我们确实错了。不是我们的错，就是我一个人的错。你要是生气的话，您就生我一个人的气。你要是要打要罚的话，您就罚我一个人就好了。那出了这么大的事，那臭小子只想把自己摘干净了，责任全都推给你一个人。不是，庄董事长，星城他不是想推责任，他是，就我和他，我。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吧？我早就看出来了，自从他把你带回家，天天守着你，不让任何人碰你一下。他心里要没这个打算，我这个外公啊，就白活了60多岁了。既然叫了我外公，那就不能收回去了。不管以前把自己当成心妍，还是现在跟这臭小子星城在一起，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外公。你同意吗？您不生我的气了，您原谅我们了。傻孩子，自从你们回来，你们那点小心思我早就看穿了。虽然你不是心妍，但是我看着你就像看到他真的回来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也都看淡了。星城那小子也是在外面吃过苦的，只要他能回来，庄家就还有救。只是难为你了，还要让你陪他一起往前走。不难为，我喜欢星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用尽我的全力，一直陪他走下去。好孩子，你真的这么想吗？嗯。那你就跟星辰好好在一起。庄家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又是那个臭小子吧？啊，我给他发微信了，他可能没看到，所以就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们今天本来在约会，他现在在等我呢。不行，你跟他说，你在陪外公喝茶，让他等着。啊，这可能……好了好了，你去吧。别让星辰等得太急，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要好好的。我在庄家等你们俩一起回来。嗯，那我先走了，外公。去吧。外公。保重好身体，我们空了回来看您。没，去吧。不过星辰，我这次见他，我觉得他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你回去要是有空的话，你让医生多给他看看吧。嗯，知道了。那，你把你的事情也都说了吧。我的事情？嗯，你今天特意翘班，你还带我搞了这个什么一日约会，你不能是真的想我了吧？曼宁，严先生，我很了解你啊。我就出去了那么一小会儿，你就这么紧张，出什么事了？是庄家还是蓝海？没有。和我有关？别胡思乱想了，我就是想抽一天时间好好陪陪你。到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有事情给我打电话，晚上不要出门了。嗯。哦，对了，上次你送我回家被我爸看到之后，他就一直在催我带你回家吃饭。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也希望我们这段感情得到我爸的祝福，所以这个周末你来我家吃饭好不好？我会准备的。那我先走了。曼宁，有一件事情我想问问你。当初你，那个人，哎，那个人是上次来我家的那个小偷，他手里还拿着我的背包。乖乖在这等我。哎，严星辰。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星辰，我要去追他，你可不可以帮我？上车吧。
新鲜。